让兄弟大家平安，伫新的主日，咱会使搁聚集，真欢喜。大家敬拜台前来平和乐，享受咱今日的开始。来，三个用着西瓜，一切荣耀而乐。
心，用咱的全心全意来到主的面头前，咱的无论咱天顶的父，即摆现代人要做一件代志，全心真无简单。咱就分爱做啥物？做花菜脯，毋是？食饭爱做内事，对无？啊，你食饭爱做啥物？哦，原来我买现金啦，哦，我都想不到的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我都部分看到的，毋是？食饭配手机，哦，哪只爱跟哪花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听电话爱配啥？嘛是配内事，哦。啊，有人哪听电话讲哪拍电脑？咱的人要做一件代志，要专心，真无简单。咱一个家，咱的手机还要会响，所以即摆请大家拢把手机要关震动，无就是家关。这是有信心讲，一点钟上班，讲无有啥物代志发生。尤其对我来讲，24点钟拢排手机的人，真烦恼，随时拢担烦恼伊的向日。总是这个时间，咱归上帝最先，咱挖靠咱的信心。知影上帝会予咱这点钟真安静，伊会面头前咱要来敬拜，所以咱先来吟条诗歌，我很专心伫遮敬拜上帝。愿咱的人受上帝的教育，行业命令。